台的听众朋友、投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主持人周乐。您所收听的是矽谷华人电台在2019年10月4号礼拜五的晚间7点的节目，非常感谢您准时收听。那么我们今天在上半场呢是一个 call in 股票的单元，希望大家能够利用时间，把握时间，尽早的打电话进来。同时呢，我们今天替我们讲解股评的是介耿介老师，650-968-2000，先打电话进来的问题就先被问到，650-968-2000。建议你好。大家好，周小姐好。美股在礼拜五是收高的，美国九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强化了美联储局降息的预期。那这个怎么说呢？待会儿稍加解释。美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称，美国的经济面临风险，联储局必须竭尽所能地保持经济稳定。截至收盘，道指上涨了372.68，报26573.72；标普500上涨41.38，报2952.01；纳指上涨110.21，报7982.47。三大股指呢，每一个股指都是上涨1.4%、1.42%、1.42%。那看一下道琼斯的成分股里面 ，Apple 还有Verizon 还有 Merck、Johnson & Johnson 等这一些的道指的成分股市涨幅是领先的。市场人士呢是认为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足够稳健，缓解了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但是又有一些暗淡，足以促使美联储局在十月下旬开的 FOMC 的 meeting 呢继续降息。哇，这好像是 Goldilock 的一个情况了，又稳，然后呢又促成联储局应该要降息。那我们听听看 J 对于最近市场，我认为是很难做，您对于今天的opening remark 一天下跌一天上涨这种盘，这个礼拜都是这样子，您有何看法？好的，那么我们从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趋势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分析市场的时候呢，先分析一下主要的趋势。那么三大指数从趋势上来看的话呢，并没有因为本周这个一两个交易日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跌所发生这个改变。那么从周线图上大家可以看到，本周的这个下影线呢应该是很长的，而且呢我们所关注的投资者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所要关注的一个标普的关键点呢是2920点。那如果是说收盘的时候在这个点位的下方的话，那么则会释放出这个利空的一个信号。那么本周的话，我们看到标普呢，它最低的话是来到了2870点左右吧。那么从这个点位上开始进行一个反弹，那么收盘的时候呢，哎，刚好的我们又回到了2920点这个点位的上方进行收盘的。那么对于本周的一个行情呢，跌下来再收上去，就是一个盘中跌破、盘尾收回的一个盘尾收回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暂时的还是认为市场呢对本周的这个行情还是一个洗盘的行情，那么趋势呢还是仍然是继续的向上去发展。那么整体上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逢低去介入。那么刚才了周小姐所说的这个像苹果它的这种股票的话，它的还是可以继续创出新高来的啊。所以说呢，日后呢非常有可能它可以带领整个这个市场呢继续的这个冲高，市场呢一定会要会有一个领头羊，那么苹果的话呢就应该首当其冲了。OK， 谢谢 J。 我们把周图打开来看，三大指数呢这个礼拜都是呈下跌，其中纳斯达克下跌的比较多。那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已经都打开了，欢迎您致电650-968-2000来询问您的股票的问题。那 J， 既然这个礼拜是下跌的，当然不能够就认定下个礼拜就会下跌。十月份呢通常也并不是最坏的一个月份，而是从十到一是排行第七的，九月份是比较差的一个月份。那现在目前看到这个整个的经济还有消息还有技术面，您觉得因为业绩又要马上报告了，现在在经济面、消息面还有业绩面、技术图表面，您觉得哪一个是最不重要的一个 factor？ 我认为
经济面应该是相对来讲是不重要的，因为呢，大家呢既然听这个节目，他们都是已经都大家都是投资者了，都是做股票的。那么股票的话呢，它的这个目前的这当前的这种反应是要这个领先这个和这个经济面啊是不是同步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经济面来讲的话呢，对于市场的，只不过说经济面呢，它的经济数据的好与坏会反映当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那至于可以说经济好的话呢，那可以我们就可以暂时的认为现在呢是介入市场的时机啊，经济不好的时候呢，只能是定义为现在不是介入市场的时机。但是呢，具体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我们还是要看当前的这个图表所显示出来的。所以说呢，那么经济面我认为呢是最不重要的。那如果说再其次的话呢，那就是说消息面，因为呢消息面的话呢，它的这个消息面就例如说是中美贸易战又有什么突然的短暂的结果是好是坏，是不是这一类的？对的对的，还有一些盘中突发的一些这个新闻啊，这些都属于消息面的，他们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呢是有一定影响，只不过这个影响来讲的话呢，对于市场并不是这个长期会有一定的这个长远的影响的，只不过是说短期之内它会给市场呢带来一些波动，再带来一些噪音。就像我记得之前在经济危机的时候，那美元对日元的一个走势呢，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日元的话有避险嘛，那么它就持续的在低位徘徊。那么日本政府的话呢，通过3到4次的一个这个刺激经济，这个想要使这个日币呢出现贬值啊，那么并没有出现很好的效果。所以说呢，从消息面来讲的话，想要改变一个市场的一个趋势，它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的。OK。非常好，从技术图表来看啊，那现在的是下面一步，我们是要看它的阻力点还是看它的支撑点呢？三大指数。现在的话呢，还是看支撑点，还是看支撑点。看支撑啊，你像标普的话，我们可以连接五月份的低点，还有八月十八号的这个低点，还有今天的这个本周的一个低点，他们这三个低点的话呢，刚好在一条趋势线上，所以说呢，也不排除市场呢本周的这个买盘的话呢，是看到这个点技术，看到这条趋势线来进行一个向上介入的一个操作的。那么从这个收盘点位上来讲，没有破位，趋势继续的向上，那么非常有。周的话提到9月底10月初会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那么震荡完之后的话呢，就要一定会按照原来的趋势和节奏呢去运行了。所以说呢，在下周的这个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继续的往上去看。我对下周的盘势啊，或者以及大下周的这个选择权到期的这种盘势的话，还是继续的保持乐观的态度啊。只不过本周的话呢，我们经历了一轮调整，那大家呢不要怕，这都是介入市场的很好的机会。OK， 好，接着我们待会儿呢就会来谈谈介入哪一类的股票是好的机会。首先看到今天劳工部呢是在盘前报告了9月的非农就业人数是增加了13万6，表明尽管就业与整体经济活动虽然略有放缓，但是没有崩盘。那并且这个非农就业报告当中并不是完全都是坏消息，它显示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降至50年的最低。现在根据市场的分析人士来看，估计在10月底要降息的可能性已经高达到80%，超过50%就是认为非常非常可能会降息，现在已经高达80%了。如果10月底再降一次息的话，不但做贷款的人都很开心，也表示了这个经济似乎真的是需要降息来符合全世界的这些央行都在降息的这种
步骤，否则美国如果不降息，那别的国家都在降息，那对于股市啦，还有对于这个美元的这个走势都有太大的影响。好，那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说在下个礼拜开始要报告业绩了，然后您说还是要上看比较好一点的 sector 可以趁机入市，那您指的 sector 是哪一些？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是以科技板块为主。哦，还是 high tech。 high tech 里面呢分大型的 high tech 还有中型和小型的 high tech， 怎么样来判断在2019年的第四季度？好的，那么大型的 high tech 和小型的 high tech 的话呢，可以着重的注意一下。那么大型 high tech 的话呢，比较明显的话呢，就是抓住那几只这个领头羊，因为呢他们的这整体表现的话呢，会给市场的投资者一个定心丸。那么小型的这种 high tech， 像这些股票来讲的话呢，那么每到年底或以及这个明年年初的一段时间的话呢，他们总会有一些就会有一些行情。那么有一些热钱的话呢，会着重的炒作一些这个这一年当中表现不是很好的一些个股，那么使他们的这个市值呢尽可能的这个往上追赶，和它的这个合理的估值呢进行一个匹配啊。所以说呢，低价股的话呢，以及这种流通盘很少的这种股票的话呢，会是热钱值得炒作的一个对象。但是这种小盘股或者低价股的这种炒作的话呢，它的行情啊并不会持续的很久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说一旦介入这些股票的话，那么就要这个落袋为安或者是快进快出的这种策略了。OK，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上半场访问的嘉宾，他是人在洛杉矶的介耿介老师。我们请介耿来告诉我们在旧金山的投资朋友，如何才可以参照您经常所公布的这些股市啦，还有自己做股票的一些记录呢？好的，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呢是 JAYGENG001。那么大家呢可以，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呢来交流一下，我也可以把这个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些这个没有风险的、有 guarantee 的一些投资理财产品。哇，好棒！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的 call in 电话。现在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回来就回答您的问题。650-968-2000。GMCC 万通贷款银行10月份推出大额贷款 promotion， 自10月1号开始，30年固定大额贷款 cash out special 3.375%，no point 3.441%APR， 假设贷款金额100万 ，LTV 60%，FICO 800，完整文件需要 underwriting 批准后才可以锁定利率，请立即联络 GMCC 万通贷款银行贷款顾问 ，email 至 info@gmccloan.com， 866-GMCC-WAY 或上网 gmccloan.com。Equal Housing Lender General Mortgage Capital Corp 1350 Bayshore Highway Suite 740 Burlingame。请加入德利洋地产十月研讨会，从首席执行长官兼法律总顾问 Michael Repka 处获得如何使您的房产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获得优质的买家的青睐。10月16号星期三晚6点至8点 ，El Palo Alto Room Mitchell Park Community Center 提前预定，请致电650-543-8500或通过电子邮件 rsvp@deliangrealty.com。此讲座为英文讲座，为潜在客户准备，谢绝其他地产经纪人参加。董燕杰 SBRE 地产实业公司 Broker Owner， 现有两房一寓 Condo 762 square feet， 要价458000。董燕杰敬业诚信可靠认真，电话及微信650-867-1248 650-867-1248 DRE number 0151948。Max Real Cupertino 以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誉满湾区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 Real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贷款地产并重，一站式服务。 Max Real 有经验丰富的 Loan Processor Team 和 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 Close Deal。 Max Real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欢迎加入 Max Real Cupertino， 请洽 Villa 王408-307-5056 408-307-5056。
中文投资网 CEO Warren 王做客娱乐漫谈，分享长期投资美股是掘金之路的原因。理财顾问 Simon Chu 讲析一种成功退休理财计划，提前退休多倍收入。独家冠名赞助 GMCC 万通贷款 James Jin， 西资深贷款顾问 Jason Wu 讲述 No Ratio Stated Income 的投资物业贷款项目。10月5号周六晚7点半，10月6号周日晚10点半，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老公啊，我出车祸了，怎么办呀？啊，你没事吧？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听他说找众信律师事务所的翁景山小姐，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会为客户联络医生、保险公司，最后啊，还向对方保险公司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好，那我马上就来找翁小姐帮忙吧。众信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请电翁小姐415-269-1803，415-269-1803。张丽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具有15年经验的资深房屋贷款专家，他不仅总能提供最佳的利率，还可以解决各种房贷方面的疑难杂症。询问请致电408-315-9470。这几年皮肤一直有暗疮，试过很多方式都没能根治，幸好有朋友介绍我到南湾的 Go for Day Spa 美容中心，现在的皮肤好光滑细嫩呢。 Go for Day Spa 还有多种方式治疗各种色斑、去痣、抗皱、美白的疗程，配合最新的仪器、最优质的产品、最佳的服务。今天就致电到南湾的 Go for Day Spa， 电话号码408-861-0886。听众朋友，还有 J 老师，欢迎回来。除了高科技股，您还看好大马股，还有中国概念股吗？大马股近期的这个走势的话呢，处于这种调整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大马股的话呢，个别股票呢还会有一些行情的，这个是需要个别的去判断，而不是说整个这个板块的话呢，会有整体的一个表现。嗯。好的，对。那另外哦，还有一个叫做cryptocurrency， 像 Bitcoin， 最近又回到了7000多块钱。这个形势呢，也并没有按照预期的希望能够涨到12000到14000之间。那是否也代表了某一种的看法，就是投资者并不再看好 Bitcoin 这个 area 了呢？不是这样。那么短线上来讲的话呢，从趋势上来看，整体操作方向呢还是向上的。那么虽然呢，这个比特币啊，它的关键的点位呢是9000元被跌破了。不过我认为呢，短线上可以出现一轮反弹，可以再把这个点位的话呢，还是可以回到10000或10500左右吧，是可以的。嗯，对，从节奏上的话呢，是可以出现这种反弹。可以修正上来。好，大家呢不要担心。Alright， 好，我们现在开始回答听众朋友其他的问题。第一支是问到 Abbott Lab， 代号是 ABT， 今天上涨1.13%，也是跟大盘差不多，收盘价格是81.99。好的 ，ABT 的话呢，从周线图上来看，它整体的这个波动的这个波动感并不是十分的强。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是处于多方的控盘当中，短线上的话呢，可以继续的逢低介入。那么支撑点的话呢，我们可以上移到80.75的这个位置上，短线主力的话呢是暂时放在86。OK， 谢谢。这个是 Abbott Lab， 下面是 Lululemon， 代号是 LULU， 零售股，但是非常 in trend， 今天上涨1.56%，是超过大盘，大概在 retail 里面这支算是不错的了。今天收盘价格是193.12。好的 ，LULU 的话呢，属于右侧股，趋势呢继续的看涨，这张股票呢可以继续的看新高。然后呢，支撑的话呢，在192，逢低介入。哦，逢低介入，什么叫做低？就是看得明显的下探了，那就可以买进了，是吧？因为现在假期又到了嘛。对的，对的，因为那今天收盘价呢是193.12，那么刚才给出的价格呢在192，已经是
已经是吹着这个均线去买了。好，所以说呢，也是比较，也算是比较激进吧。好的，好，下面是 Tiffany 这个零售股呢是下跌了 1.27%， 是到达了88.06，在一片上涨声中，这只股票是下跌的，那您认为它短期的前景呢？Tiffany 的话呢，可以关注，主力的话呢93，整体上的话呢还是倾向于向下的调整，向下，对，走势比较弱，保守一下吧，关注一下84附近的支撑。好，下面是 NTNX， 今天是平盘25.2。好 ，NTNX 的话呢，从成交量上还不错，每一天呢大概是180万-200万的一个成交量。那这张股票的话呢，目前在做一个横向的整理，那似乎呢整体上来讲，它在等一些什么消息。那么上方的主力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在31，然后呢支撑的话呢，我们暂时的放在24.75。24.75 ，OK， 好。那下面的听众朋友问到的是 SMAR 今天下跌1.48%，收盘是38.51，是叫做 Smart Sheet Inc。那这个的短线的走势呢？您把代号再重新说一遍。好 ，S for sugar， M Mary， A for apple， R for Robert， S M A R。好的 ，S M A R 的话呢，周四的行情呢是拉升的行情，周五的话呢出现了短线上的一个修正。局部的话呢，似乎这个修正呢还需要1-2个交易日吧，可以关注一下37的一个支撑，短线主力呢在40，突破40的话呢，下一个目标在45。All right， 好的，下面一个是中国的 iShare 啊，中国25只蓝筹的 iShare， 代号是 F for Frank X Ray， I 就是 FXI， 今天下跌0.17%，40.24，它的走势并不弱哈，并不强啊。还可以。从整体节奏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节奏。短线上的阻力的话呢是40.4，突破可以追涨，然后呢目标放在41.5。OK， 这个讲的是 FXI， 下面是 AABA， 看看 AABA， 哇，70块，它这种已经被 dissolution 的股票，19.63，朋友们要问到像这种股票应该如何处理？如何处理的话，它是已经有了股票了，还是说它有了股票了？OK， 目前呢，这张股票的话呢是属于右侧股，然后呢，它的这个阻力位啊是在20元，从短期的这个均线上和节奏上来讲的话呢。目前这张股票还是不错的，它是以高局部的一个盘整来修正短线上的超买，那么后期的这个节奏呢还是倾向于拉升的，我们可以把目标呢放在22。 OK， 放在22。好，现在看一只股票，代号是 ALB， A for Apple， L Larry B Boy， ALB， 今天66.32，下跌的比较多，1.35%，但是也不是太多了，只是今天盘都在上涨，它是下跌。好的 ，ALB 的话呢，短线上还是倾向于调整，主力的67.5，市场的话呢，还是关注保守一下吧。关注62附近的支撑，这张股票呢和 Tiffany 的这个节奏呢是一样的，注意一下吧。好，下面是 CVS 就是一个 drugstore， 它的生意我觉得都是很稳定的，今天收盘在62.24，上涨不错，1.67%。好的，这张股票呢 CVS 的话，它一路从52元反弹上来，短期之内的话呢已经给出了一个扭转的信号，那么我们可以把
目标点位呢放在71，然后呢逢低介入，继续的看反弹。嗯，下面一个是 Health Service 的一个公司，代号是 T for Tom V Victor T for Tom Y Yes T V T Y 15.56。好的 ，T V T Y 的话呢，整体上是处于调整的这个节奏当中。等级是 Sell 吗？可以。如果说你最近的一两个交易日所进场的话，你可以 hold 住一下，把止损呢放在14.75，跌破就要出来观望了。那么如果不跌破的话，短线上看反弹的话，务必把止损放在14.75，然后呢，主力的话呢，我们暂时的先放在16.5吧。OK， 好 ，CFG 是下面一个被问到的股票 ，C for Charlie， F Frank， G for Girl，CFG 33.76。好的 ，CFG 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周线图，周线图呢，它一直在一个箱体内进行一个震荡的整理，波动区间的话呢是在31.5到37之间，在这个位置上呢可以。可以采取这个低吸，可以采取低吸高抛的，短期之内的话呢是没有单边行情的。嗯，好，下面是 MO， 它改名字叫做 Atria，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以前的 Philip Morris。MO 今天上涨2.06%，41.65是今天收盘价格。好的 ，MO 的话呢，今天日内拉升的力度比较大，大家呢短线上。41.25逢低呢可以介入，然后呢，继续的可以抢个反弹吧。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呢，通过三周的一个修正，已经给出止跌信号了，而且目前呢在反弹当中，反弹目标我们放在49。呀，并且 MO 它还有派股息。今天时间已到，我们已经尽量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了。谢谢您的 call in， 也谢谢这个，请大家接。加这个的微信号 JAYGENG001， 对吧？对的，对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我们下次再谈，拜拜。嗯，再见。听众朋友，我们上半场的节目结束，我们进一段广告，继续收听下半场的访谈。Keller Williams 的米少王王真团队拥有15年房地产买卖经验，专注加州首府 Sacramento County Elk Grove 秉承认真负责专业高效的理念，帮您实现美国投资梦想。湾区买房锁定 Elk Grove 王真看房团，每月80接送，湾区4个上车点，国语和广东话服务。查询请致电916-628-6042 916-628-6042 916-628-6042，或登录 michellewanggroup.com 加州地产代理牌01477295，中文投资网 ChineseFN.com 创办人 Warren 王接受媒体访问预测，美股还在牛市中，大牛市仍在继续，大胆布局，长期持有。2009年金融风暴后， Warren 大胆建议买进 Apple、Amazon， 50,000美金投资，现已超过150万美元。Warren 王揭秘未来10年超级牛股，亿万财富不是梦电子书，微信 Warren Wang 2018或拨打1-800-958-8561免费索取。连锁加盟顾问公司 Friendnet 将举办2场加盟商说明会，您有机会跟7家不同的行业的连锁商一对一了解他们业务运作、投资数额、加盟条件等等。现场有政府非盈利机构 SBA 及 Score 提供创业资讯及辅导。第一场10月15在 Palo Alto， 第二场10月16在 San Ramon。现场还有 iPad 幸运抽奖，前25名出席者将会获得《商业成功的秘诀》一书。报名短讯电话 Lian 650-660-7837 昌兴珠宝 CH Premier 隆重介绍法国顶级珠宝品牌宝诗龙，标志性 Ketta 四色金系列，灵感源自法国旺多姆广场，经典设计元素，设计独特，极具几何美感和现代风格，湾区华人独家代理，帕拉奥托史坦福购物中心昌兴珠宝。华人电台各项节目除了在 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您只要搜寻 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 SVC。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 Loan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帮您实现家的梦想。请致电888-220-6680或上网 loanontime.com。 GMCC 万通贷款银行十月份推出大额贷款 promotion， 自十月一号开始，30年固定大额贷款 cash out special 3.375%， no point 3.441% APR， 假设贷款金额100万， LTV 60%，FICO 800，完整文件需要 underwriting 批准后才可以锁定利率，请立即联络 GMCC 万通贷款银行贷款顾问 ，email 至 info@gmccloan.com， 866-GMCC-WAY 或上网 gmccloan.com。Equal Housing Lender General Mortgage Capital Corp. 1350 Bayshore Highway Suite 740 Burlingame。泛宇集团首创财务管理一站式平台，是人寿保险、年金规划、投资理财、贷款、汽车、房屋保险一站式权威，总部位于洛杉矶北加州 San Jose、 San Mateo、 Pleasanton 三家办公室，为客人规划最适合的汽车、房屋保险，是您财富管理首选。北加专线888-831-8868 888-831-8868。泛宇用心让您安心。保健与养生，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健康单元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汉普生命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妮娜王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有关健康方面的资讯。妮娜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这次啊，我们还是先把我们的这个优惠的电话号码报给大家，因为我怕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你们在开车或者你们在做事情，那么麻烦你们先记下我们这个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789-1670 888-789-1670，或者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妮娜王0831。非常的高兴啊，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汗麻油这样的一个健康保健产品。那么有关汗麻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健康保健产品，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请妮娜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汗麻油。好的好的，我相信呢我们这个北加州的朋友大部分人已经不太陌生了哈，因为我们推广市场有一个阶段了。这个 CBD 汗麻油呢，其实就是从汗麻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那对人体最有帮助的就是 CBD 这个成分，学名呢就是大麻二酚，但是它不是大麻。每次提到这个我都要说两句哈，对，因为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误解说大麻二酚是不是大麻，其实完全不是，只不过 CBD 的学名叫做大麻二酚。那么大麻和汗麻呢是同属于麻类的一个属性，但是是两种植物，所以听众朋友您可以放心。大麻当中呢含有的一种成分叫做 THC， 那个会使人上瘾，会有依赖性，会吃了产生眩晕啊，会有嗨的感觉，那我们通常人呢会把它称为是毒品。而汗麻当中呢是没有 THC 的，特别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款 New Leaf 的 CBD 汗麻油呢，它是采用医药汗麻提取的，那效果就会更好。那汗麻油的主要功效呢，我在这里再说一遍，它是通过调理人体的中枢神经，特别是对神经一些问题效果特别好，比如说像睡眠呀、炎症啊、疼痛啊，甚至你花粉过敏免疫力的问题呀。另外一个呢，对于一些罹患绝症的朋友，他们正在做放化疗的，对他们的帮助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现在说这个 CBD 汗麻油哈，这几年的走势会非常的红火，它会引领保健品这个市场的风头。所以呢汗麻油的应用像刚刚您提到的缓解压力啊、焦虑啊，甚至减轻炎症和疼痛，甚至帮助一些罹患绝症的朋友们，都有很大的一个缓解和帮助的作用哈。今天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呢？好的，那今天呢我带给听众朋友的优惠呢我想呢听众朋友您不妨先记下我们的这个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88-789-1670 888-789-1670，或者听众朋友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妮娜王0831 NINAWANG 0831。
那今天的优惠呢，您赶快记好了。我们这个 New Leaf 的高端的 CBD 汉麻油哈，我们有两个优惠今天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这100毫升大瓶的哈，正常保健可以吃三个月的量。那其实您每一天花在健康上的投资就是1块到3块，因为你买的多就便宜嘛哈。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呢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今天我给这个北加州听众朋友的优惠呢，就是你买一瓶只要395加税金，如果你一次性购买三瓶的话呢，每一瓶的单价是328一瓶，如果你一次性买五瓶的话呢，每一瓶的单价只要288一瓶哈。同时呢，这个运费是我们来承担的啊。再有呢，更好的一个优惠就是说，我们会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送出这个 CBD 的喷雾，这是我们公司自营品牌的，每一支单支的价格是100块钱，也就是说，你买几个大瓶的这个汉麻油，我们就送你几支这个喷雾，买的多送的多，非常非常的划算哈。然后第二个优惠呢，就是对于有些新朋友，他们呢非常的想这个知道汉麻油的这个神奇功效在自己身体到底能起什么作用，但是他们又想有点犹豫怎么办？我们今天呢推出一个小瓶的，这个是正装的哈，绝对不是一般的一个 sample。那在我们官网的价格完税以后的价格是42块钱一瓶。那今天我带给北加州听众朋友的这个价格呢，小瓶的5毫升的量哈，可以吃5到7天的。这个半价只要19.99元，而且是包税包运费，全部都在里头，就是半价。那我们就是一个奉送的一个价格。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呢，我们要把最好的产品让大家都能够品尝得到，能够体会得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的这个 CBD 这个作用哈，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无时无刻都在帮助到我们。不管你有睡眠的问题，还是你有疼痛炎症的问题，还是你有免疫力的问题，还是你有更严重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呢，我觉得 CBD 汉麻油都是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听众朋友呢，赶快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888-789-1670。那还有一个我要提前说一下呢，如果您在打电话的时候呢没有人接听，请您耐心的等待，因为每次这个节目一播出来呢，我们所有的线路都是满的，就说会塞车哈，那您就耐心等待，我们的销售呢一定会回拨给您的。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丽娜也提到了说，用这个 New Leaf 呢，在神经调理上也有很大的帮助。那这方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好的，好的。那在介绍这个之前呢，我还是先跟听众朋友呢先说一下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 CBD 汉麻油？很多人会觉得比较陌生，为什么？其实 CBD 汉麻油在美国的主流社会呢，已经非常非常的风靡了。可是呢，我们华人呢总是晚了人家一步哈。那我们中文投资网的老板呢，沃任王呢，他因为是做投资的，大家都知道沃任王的公司我们已经有了20年了，是上市公司。那投资人的眼光我相信是非常锐利的，他发现了这个 CBD 汉麻油这个市场，那我们华人朋友大家很多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开始创立这家公司，专门推广和销售汉麻油。那么刚才呢，基娜有说到，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个 CBD 汉麻油通过调理人体的中枢神经，那它对神经方面究竟有什么帮助呢？其实我们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啊，一个呢是大家可以上 YouTube 上 search 很多关于 CBD 的各种症状，大家都能看得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客人的反馈，比如说有客人有躁郁，躁郁它是从哪来？压力，压力一直神经紧绷啊，然后他躁郁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然后心情烦躁，这也属于神经上的一种。另外呢，像有癫痫病的小孩子还有一些就是成年的学生癫痫病的这个效果也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对他们帮助特别特别的大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这边方面的见证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在调理这个人体中枢神经上是非常好的。我们还有 CBD 的止痛膏，那个止痛膏上次我们在一个展会上，那当时给客人是客人还没下楼返回来就买了，就说明的这个止痛的效果真的相当相当的好哈。那另外一个对睡眠的问题，还有就是在患绝症，他们做放化疗非常非常的痛苦，有疼痛的，有恶心的等等这些症状呢，那 CBD 汉麻油对它的帮助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哈麻油对人体有这么大的帮助，睡眠、疼痛、炎症、压力，还有躁郁啊、免疫力等等。那产品这方面，你们都是由哪几类的产品呈现出来呢？这个我们 CBD 哈麻油推广市场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哈。目前呢，我们在纽约我们有分公司，在加拿大我们有分公司，在洛杉矶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专门的经销点哈，销售非常非常的好。那随着市场的不断的走红，另外一个客人们对这个产品的认可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扩大我们的产品线。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www.365cwc.com， 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产品哈，比如说我们有哈麻油一类的产品，我们还有喷雾的产品，还有止痛膏的产品，我们还有 CBD 皮肤保养的系列的产品，而且皮肤保养这个系列产品我自己都在用哈，比你用一些名牌的化妆品效果来的还好的很多很多，特别是它那个去皱的那个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哈。CBD 真的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你知道，比如买一瓶高档的这个化妆品，可能一个爽肤水就得一两百块钱，可是你在这儿呢花一两百块可以买，对对，可以买六件套啊，这个爽肤水、洗面奶，然后眼霜、去皱霜，然后还有一个胶原蛋白液，还有一个修复霜哈，效果真的非常好，六件一套，所以我们的产品线是在不断扩大，还有给猫猫狗狗的。那我相信呢，随着公司的发展，随着 CBD 产品的延伸呢，我们会引进更多好的产品放到我们的平台上，供我们的朋友们来选择。那刚刚提到这个女性皮肤的保养产品，我相信有很多的女性就忍不住非常的好奇说，哇，这个汉麻油健康保健品其实对我们的皮肤也起到保养和亮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看来现在这个汉麻油健康方面会应用非常的广泛哦。对呀、啊、对呀、啊、那我们今天给北加州的优惠呢，还是就是我们这个 New Leaf 的高档的 CBD 的汉麻油，我们堪称它为汉麻油当中的劳斯莱斯，就是一个顶级的哈。而 CBD 汉麻油呢，对你的人体的帮助真的非常大，不管你是用于你修复有病的身体，还是用于平日的保健哈，它都是抗衰老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这个呢大瓶的呢一个月是一块到三块钱的这个投资，我觉得非常值，而且我们这大瓶是三个月的用量，这是一个优惠。然后呢再一个呢，我们这个给的第二个优惠就是同样还是 New Leaf 的 CBD 汉麻油，这是一个小瓶的可以七天的用量，我们官网的价格呢差不多不到40块钱一瓶，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加上运费加上税就是40几块了。那我们今天给北加州的一个优惠就是这个半价只要19块9毛9，你就可以得到这一瓶 New Leaf 的 CBD 汉麻油，这个只有5毫升是七天的量。为什么我们会推出这么一个小瓶装的优惠哈，就是想让没有用过 CBD 汉麻油的朋友呢，可以初期的呢用这个来尝试一下。那么我们相信在短短的七天之内，你会有明显的不一样的改善，你一定会回来跟我们再订购这个大瓶的产品哈。所以呢，听众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是888-789-1670，888-789-1670，或者听众朋友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妮娜王0831NINAWANG 0831，赶快来订购今天的这个优惠。优惠可以说就在今天，所以听众朋友们也不要错过这样难得的机会。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呢，继续请教妮娜王，带给我们更多有关健康方面的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特大的好消息！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旗下汉普生命科技2019巨现爆款 New Leaf CBD。绝对是汉麻油中的劳斯莱斯，解决压力大、炎症、失眠，包括绝症等问题。至尊汉麻油让您生活无忧，立即订购，优惠就在今天哦！订购电话1888-789-1670，888-789-1670。连锁加盟顾问公司 Friendet 将举办两场加盟商说明会，您有机会跟七家不同的行业的连锁商一对一了解他们业务运作、投资数额、加盟条件等等。现场有政府非盈利机构 SBA 及 Score 提供创业资讯及辅导。第一场10月15在 Palo Alto， 第二场10月16在 San Ramon。现场还有 iPad 幸运抽奖，前25名出席者将会获得《商业成功的秘诀》一书。报名短讯电话 Lee Ann 6506607
7837-650-660-7837。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寿险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北加州现由 Fremont 及 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 San Mateo 正式开张。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及年金产品，有专业培训及 back office support。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寿险与年金的专家。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和丰富的房源服务湾区，深得客户青睐。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GMCC 万通贷款银行10月份推出大额贷款 promotion， 自10月1号开始，30年固定大额贷款 cash out special 3.375%， no point 3.441% APR， 假设贷款金额100万 ，LTV 60%，FICO 800，完整文件需要 underwriting 批准后才可以锁定利率，请立即联络 GMCC 万通贷款银行贷款顾问 ，email 至 info@gmccloan.com， 866-GMCC-WAY 或上网 gmccloan.com。Equal Housing Lender General Mortgage Capital Corp 1350 Bayshore Highway Suite 740 Burlingame。 专注才能专业，专业成就事业，贷款专家 Kendra 郭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从未因利率起伏而心有旁骛，行业信息变化莫测，客户情况千变万化，只有专注和专业才能帮助客户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才能处理好上千个贷款疑难杂症。 Kendra 电话408-218-9760 218-9760，邮件 kendra008@yahoo.com。 连锁加盟顾问公司 Friendet 将举办2场加盟商说明会，您有机会跟7家不同的行业的连锁商一对一了解他们业务运作、投资数额、加盟条件等等。现场有政府非盈利机构 SBA 及 Score 提供创业资讯及辅导。第一场10月15在 Palo Alto， 第二场10月16在 San Ramon。现场还有 iPad 幸运抽奖，前25名出席者将会获得《商业成功的秘诀》一书。报名短讯电话 Lian 650-660-7837 650-660-7837。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在她10多年的职场中，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 是资深 broker， 代理上100种产品，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请致电 Helen Ho 650-678-0718洽谈详情。Guggen Max Rea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Guggen Max Rea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双双业绩显赫，专业的培训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请来电408-720-6800 408-720-6800。保健与养生。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健康单元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汉普生命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妮娜王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有关健康方面的资讯。妮娜您好。妮娜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健康保健品 CBD 汉麻油通常是怎么样食用呢？是每天大概几滴？好，如果正常保健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瓶子呢，是5毫升的，可以用7到10天。那么对于老客人，当然还是买那大瓶的了哈。那对于说什么样的效果更好呢？我接下来会讲。其实服用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这个瓶子上呢，我们上面有个软的胶囊，捏一下呢，吸出来正好这么一个小吸管，滴在舌头下含服。为什么说滴在舌下含服？因为口腔里的毛细血管和黏毛细胞最丰富，可以帮你更好的吸收，更快的达到效果。那如果您买到的是大瓶的啊，正常保健的1/3吸管滴在舌下。如果你有一些顽固的疾病需要帮助修复的话呢，可能适当的量就要增加一点，到时候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咨询我们的医药专家顾问或者我们的销售代表都可以哈，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接下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像您今天介绍的 New Leaf 高端 CBD 哈麻油，那目前在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好，我相信呢，比较关注新闻的朋友都应该注意到，还有一些做股票的朋友哈，今年这个 CVS 连锁药店大家应该都知道，它现在已经有了 CBD 的专柜，那么它会有一系列的产品，不管是油啊、止痛膏啊，就是内服的和外用的，然后另外还有什么洗发的香波呀，
然后还有 body lotion 啊等等哈，这个产品非常的丰富。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更爆料的就是全美国也是连锁店 Cass Junior 的这个汉堡包店，我相信你也知道有个笑脸和五星的那家店哈、他们在全美国其中八家的汉堡包店呢尝试推广一个含有 CBD 汉麻油的汉堡包，其实我自己非常想去尝试啊，就是连吃饭带保健都有的，这个非常非常的新奇哈、其实在纽约很多 CBD 的饮料店你知道吗，也非常非常的火、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 CBD 的趋势呢会越来越让我们的华人朋友受益，让我们了解呢在美国本土生活我们呢可以享受到美国最高端的营养保健品哈。因为最近你知道不是最近，这很长一段时间了，营养保健品的这个市场其实真的是挺乱的哈，什么样的都有，五花八门，大家有的说我都吃不过来了，什么我都买，然后我就不知道哪个对我最好，所以我呢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说呢，选择一款对自己好的，然后呢市场评价高的，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有第三方认证的，而且是有机汉麻全植物提取的，那么这一款 CBD 汉麻油对你是最重要的。那听众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888-789-1670。那像刚刚妮娜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说，提到了这个 New Leaf 你们所主营的健康营养品是正宗的品牌，所以借此机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比较一下，在市场上这一类的汉麻油的产品，像你们公司会有哪方面的一些自身的产品的优势呢？是这样哈，这个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在市场上可能也能看到，或者在网上也能看到一些卖 CBD 汉麻油的，但是这里面呢真的有挺大的一个学问，你光从价格上看的你就是眼花缭乱，到底选择哪一款的这个 CBD 汉麻油对你的身体真正的有帮助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推出的这一款 New Leaf 的 CBD 汉麻油呢，它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是产自美国本土的，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听你是讲国语的，那你们的产品是不是从中国出的，那它真的是100%美国本土出的，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是有机全植物的医用汉麻提取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第三呢，它是经过第三方认证的，那听众朋友可以放心的使用。第四呢，它整个的生产过程中呢采取的是二氧化碳低温冷萃取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它整个的提取过程中呢，它在这种常温下呢，这种提取过程呢会保证其中的养分呢不被破坏。第五一个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它的玻璃瓶子包装呢是一种特殊材质做成的，你看到市面上很多的卖汉麻油的 CBD 的你都能看到里面的这个液体，但是我们这个是看不到的，因为这种特殊的玻璃呢它可以防止光线照射对产品产生破坏的这种机会，所以说就这五点来说呢，这是一般市面上所销售的汉麻油所不能比的。还有它的口感非常好，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它就是汉麻油和汉麻籽油纯纯的，所以呢有一点青草的味道，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市面上一般的这个汉麻油呢都会有添加底油，比如说橄榄油、葡萄籽油，还有各种的口味等等，那这个都不是纯的，对你的这个恢复健康呢没有那么见效那么快。再有呢，这款这个 CBD 汉麻油它可以直接用在皮肤上，是非常安全的，比如你有外伤啊、有烫伤啊等等，都可以直接抹上，这方面我们的见证也非常非常的多。这就是说呢，我们称这一款这个 CBD 汉麻油呢，在汉麻油当中呢独领风骚，真的可以称为是汉麻油当中的劳斯莱斯。所以呢我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电话，888-789-1670 888-789-1670。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介绍了健康保健产品 New Leaf 高端 CBD 汉麻油，它有不同容量的包装哈，像100毫升的大瓶，还有4850毫克这样的一个 CBD 呢，其实每一个毫克只用 0.09 美元，现在可以说物价所有的都是在上涨，也是非常优惠的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们不妨拨打电话1888-789-1670 1888-789-1670来问询并且订购。接下来呢再继续有请妮娜王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我们北加州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常常购买了你们产品之后会反馈给你们有哪方面的一些疗效呢？
好的，其实我们在北加州呢，这个推广以来哈，我们发现呢，北加州的客人们哈，非常认可这个产品，可能是知识层面的问题哈，他们非常的了解，然后在服用当中呢，他们也给了我们很好很好的反馈。比如说要有睡眠的，像他有个女儿学生睡眠压力非常大，就是睡不了觉自己无形中的一种压力，但是他服用 CBD 汗麻油以后呢，感觉效果非常好啊。上次我们在北加州的活动上，他一次性就购买了五瓶说他说我要给我的女儿继续来服用，当一个保健也好哈、我觉得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哈、这个对女儿的这份期待哈、真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的哈、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北加州的一位老先生呢，他自己呢就是睡眠和疼痛，就是他有一些关节的疼痛的问题然后他还是住在老人公寓，然后我也是拜托了电视台的一个朋友，帮我们做节目的一个朋友哈，帮我给老人家送到了这个产品，然后老人家服用以后效果也非常非常的好，特别是有些老人哈，他们都很孤独，我觉得我们做儿女的呢就更要关心他们，多给他们一些关爱，不管是从精神层面的还是这个从保健层面的哈，因为我相信物质上大家都已经很好了哈，所以我觉得呢多给他们这方面一些健康的资讯，让他们能够呢长寿，健康的长寿，而不是说病病歪歪的长寿，对吧，要有质量的生活哈对对对，不是躺在那儿等着，而是呢运动当中的健康的快乐的生活，我觉得这最重要，特别是在父亲节之前哈。那我们在纽约，在洛杉矶，特别是还有休斯顿，我们都做推广，这么一来呢收到的反馈非常非常的多。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反馈呢，就可以上 YouTube 上 search， 比如说 CBD 与癫痫啦， CBD 与睡眠， CBD 与什么绝症啦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可以让你相信这个产品的神奇的力量。所以呢今天呢我再说一遍我们的优惠哈，100毫升大瓶可以吃三个月的量，含量是4850毫克，那么平均一天你花在健康上的投资就是1块钱到3块钱哈，非常值得，请听众朋友呢赶快抓紧时间订购。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给的优惠呢就是我们官网上大家已经看得到$40了，38.5加税加运费就$40+一瓶的这个 New Leaf 汗麻油，不过它是一个小瓶装的。我们为什么推这个优惠呢，就是想给这个没有使用过的，然后呢想尝试的朋友呢先给你们一个特别的优惠。那么今天打进电话呢，您只需要付半价19.99就可以得到这么一瓶。那还有跟听众朋友说呢，如果您打电话的时候没有人接听，请您耐心的等待，我们呢销售人员一定会回拨给您的，因为每次做这个节目哈，这个电话都非常的 traffic， 所以呢请听众朋友们谅解，我们一定会回拨给您的。那么呢今天的优惠电话大家记好了，888-789-1670，888-789-1670，或者听众朋友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妮娜王0831， NINAWANG0831。我相信呢 CBD 汗麻油一定会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妮娜非常的耐心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听众朋友使用后有哪方面的一些反馈，更多的有关 New Leaf CBD 汗麻油，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1888-789-1670，1888-789-1670，或者是加妮娜王的微信，优惠呢就在今天。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谢谢妮娜王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谢谢谢谢。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推出 New Leaf 至尊 CBD， 保健品界的劳斯莱斯，一经推出就火爆热销，解决压力大、炎症、失眠，包括绝症等问题。至尊 CBD 一试有奇迹，立刻订购，优惠就在今天。订购电话888-789-1670，888-789-1670。今晚电台节目由泛宇集团特约赞助播出。